梅子，梅子，五百砖，五百砖，全齐了，啊，齐了，齐了，那就过第二关吧。谢谢，让我喝口水啊。谢谢啊，谢谢，那就不叫过关了。哎呦，旱鸭子下水嘛，你不下水，就喝不了水了。赶紧吧。哎，好，不喝。哎呀，不喝。第二关，第二关，等我过了第二关，你上了我的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公子，啊，你怎么不跳啊？哎呀，快跳啊！别着急，我这就跳，这就跳啊！我这就跳，哎呦！哎，你们赶快朝那旱鸭子扔砖头，一直把那砖头扔完为止。快呀，快扔！哎，扔！哎，你们还真打呀？别扔，慢点！哎呦，瞧着点！哎呀，慢点！哎呦，别！别扔！没了！我该过第三关了，狗熊爬山。那好，你就过第三关吧。第三关，爬山。哎呀妈呀，第三关，第三关，狗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，狗熊爬上去了，爬山，哎呀，爬山。马三桂那箱子里啊，装的准是我们的画了。狗奴才，这个草包！哎，大管家，马大人，公子呢？公子在那儿呢。啊，公子，谁喊我？怎么？马大人，那箱子里头是不是装着我的画像啊？八仙图有你和公子。我要看看，抬到我的屋里去吧。这我得问问公子往哪儿抬。公子啊，谁喊我？是我，画裱好了，往哪儿抬呀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往我绣楼里抬呀。对，抬的小姐，绣楼里去。哎，好嘞，快点抬去。月公子完蛋了，哎，这是为什么？你想啊，那个女的呀，很懂医道，我估计啊，这家里肯定有什么人是郎中。哎，此话怎讲？你快说呀！嗨，你想啊，那个男的搬了半天的砖，已经是大汗淋漓了，然后呢，他又跳到水里，这那是冷水这一激呀、啊！哎，第三招我不说你也知道。你说呀，你卖什么关子？你快点说。就是说呀，是啊是啊，哎，你别急嘛，请慢慢跟你说呀。你可听好了啊，那个男的要老是不治之症的小玩意儿，他就谈不起来了。嗯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这人。公子，快点！
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公子，拉上来，哎呀，相公，来来，打把手。公子，没事吧？公子，你啊，没事吧？公子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快去叫郎中，快去叫郎中，快去呀！公子，公子，公子。郎中，哎呦，正大话事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我这您什么时候为我们这药铺做幅画的？好说好说，到时候啊，我一定给您画上一幅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了。今天啊，我们是想请您帮上一个忙。哎呦，您别客气，您别客气。老郎中啊，麻烦您快一点啊！好好好，快一点，我家公子病得厉害，麻烦您快一点。哎，小二啊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师傅啊，来来来，带上这个。您那咱们走。哎，好好，您请。哎，请。哎，请。给师傅请。敲了这么久门还不开，我在更衣呢，什么事儿？公子想去一趟。公子，公子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叫公子去叫了，去叫了，去找个腿坏的。我刚刚派去。刚刚派去啊。进去吧。公子，你叫我？梅子，哎，梅子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是的，我输了。你得说话算话。说话算话。以后我天天陪公子笑，还不行吗？行，行，行。妹子，妹子，你现在就笑，笑。笑一个，笑，请吧。没事。公子，郎中来了，我先回屋去了啊。没事，回屋等着我。我一定等，你多保重啊。等着我。公子啊，你把手拿过来。梅子，公子，放开手，放开，这是我的手。你放，放这儿。鞭子烫来了，我来。
公子，来，喝点莲子汤吧，来喝点，来起来，来喝一点，喝一点。梅子，谁呀？是我，板桥哥。快开门呐！板桥哥，板桥哥，怎么是你呀？先别说话了。公子，吃一点儿，这就对了，来吃一点儿。再来一点儿，来来来，好，慢点慢点，慢点。公子，公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应该到梅子屋里去。公子，万万守则呀！寒气攻心，脉象已乱，不能再近女色。是啊，公子，你要听郎中的话呀！对，你要听郎中的话呀！公子，公子，过去。来来来来来，快点！别别别！哎呀呀！哎呀！哎呦！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逃出来的，他们在抓我。进去吧，快蹲到里面，千万别出声啊！你们先去那边，剩下跟我追。是啊。梅子呢？啊！
梅子呢？梅子，哎，我问你呢？我不是跟你在一起的吗？我把他从墙上给扔下去，你没接住啊？哎，没有啊。哎，给我上！我们俩呀，刚从房子里出来的，就被人给发现了。他们就在后边追，我们俩就跑。然后呢，我把他从墙上给推下去，我就跑了。后来就来不及了，我就赶紧把他们给引开了。你们没把他给接住？没有啊，就是啊，没怎么办的呢？梅子，五妹，哎呀，快，爷爷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扬州府衙又是着火，又是抓人的，我差点回不来了。是吗？哎，快，过来，帮帮我，快点到那儿去。爷爷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在路上救了一个人，看样子是红月楼的人。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姑娘，出来。哎呀，快拉他一把。老伯，哎呀，别说了，这是在哪儿啊？咱们进屋再说吧。快走吧。快一点啊。慢点，快点，慢点，把门关上。哎，姑娘，不要怕，我叫叶阿祥，她是我孙女，你就叫她五妹吧。我们是以卖豆腐为生的，姑娘，官府为什么派人抓你呀？我被家奴所害，从京城跑到了扬州，后来他们又把我卖到了红月楼，我死也不从。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梅子呢，就是从那个这儿，就是这个犄角跳下来的，就从这儿啊。他是个活人，不会在这儿等着人抓呀。说的也是啊，可是你们说他，可是他能逃哪儿去呢？是啊，能上扬州，他一个亲戚都没有，弄不好又被歹人抓走了。对呀，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了吗？不是？哎呀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赶紧找人呐！是。哎，梅子，他是个聪明人，他到过我的那个杨武寨，实在走投无路啊。他兴许会去那儿的，啊，有可能啊，这个你们说对不对？哎，这倒也是啊。行，咱们呀，先到杨武斋去。走，他要不在，天亮咱们再找他。快，走。我就这样逃出了乐府。没想到遇到了叶老伯您，救了我。哎，孩子，多谢叶老伯的救命之恩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姐姐，起来。我得走了，我不能连累你们。哎，姑娘，你到哪儿去啊？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。天这么晚了，官兵又到处抓你，你就先住在我们家吧，躲过了这几天再说吧。对，就住在我们家吧，正好你还可以跟我做个伴儿。哎，是不是爷爷？对，不，哎呀呀，哎，姐姐，留下来跟我做个伴儿吧。就留下吧，老伯，就是啊，哎，到我那屋去吧，快走。留下。哎，
来。不是真招，这是欺君之罪。皇上武艺高强，奴才自愧不如啊。是吗？朕知道你是在拍马屁。去吧。安宁。奴才在。去把李山大人叫来，给朕画一幅晨练图。皇上，李大人被派去修缮后花园了。修缮后花园？谁让他去的？这。回朕的话，朕问你话呢。皇上，皇上，是太后打发他去的。又是金敏之的主意吧？小的不敢如实禀报，请皇上恕罪，恕罪。起驾，去后花园。是，皇上。皇上行了，皇上行了，哎，让我看这怎么样？好好好。亭子几根柱上的廊子，啊，图纸上这个地方标的是小桥镇人的假山、花草，所有的这一大片。哎，你拿凳子。哎呀，这回行了吧？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哎，你听说那李大人讲那故事吗？什么故事啊？故事说那扬州有地方官花了几万两银子给自个儿买一巨砚。这故事我听过，从江西送到扬州啊，死了三个民工的。哎，这个麻三桂啊，想把这个巨砚呢送给啊他的小老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哎，当时哎呀，他的小老婆拿这大石头干什么用啊？当床睡啊？啊，当床。别去！你说我懂个屁！哎，那你说说，给大伙说说你啊。是啊，你给我说说，说说说呀。哎，这个，听我慢慢道来。这马三桂啊，为了想当大官，要把这巨砚啊送给那个钦差大人。哎，不会吧？嗯，我怎么听说是送给皇上的呀？这二位哪个庙里和尚跑这儿来多嘴？哎，要小心仔细的话，李大人不可疏啊！好好好，哎，李大人，你们几个不好好画，在这干什么呢？啊？啊？皇上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驾到，微臣有知，请皇上恕罪。皇上饶命！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皇上饶命！起来吧，不知者不为罪。都起来吧！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起来吧，李爱卿。朕何时降罪过你啊？谢皇上，微臣失言，是太后降罪于微臣，微臣有罪。好了，朕免你无罪，今天就回南书房，陪朕好好说说笑话。谢皇上隆恩。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嗯，慎亲王南巡返京，在养心殿请求叩见。哦，马上回养心殿。这，皇上。哎，那位画师，奴才在。扬州巨砚的故事，一会儿向李大人多多讨教。下次朕来的时候，再讲给朕听。奴才聪明，奴才聪明，奴才聪明。如果讲不好的话，打你五十大板。奴才聪明，奴才聪明，聪明。谢皇上。原来皇上也是人呐。是啊。皇上，皇叔，臣允许南巡回京，特来叩见皇上。哎，朕早就说过，就咱俩一起的时候，
大礼就免了。来，起来。这养心殿乃社稷重地，我怕外臣看见有所非议呀。嗯，还是皇叔想得周到。来来来，坐。皇叔此行千里迢迢，一路辛苦了。皇上，沿途打点顺畅，一切安排妥当。嗯，皇叔承办的事情，我还有不放心的吗？皇上，我有一句话，有什么话，但说无妨。怎么，这般吞吞吐吐的，是令叔所为吗？令叔的胡作非为，皇上都知道了。还有那个抚远大将军岳钟琪的儿子，仗着他爹爹的权势大闹扬州，闹得扬州百姓是一片怨声载道。皇叔一言及此，朕就实话相告吧。朕对当朝大臣中为非作歹者绝不姑息手软，但是对先帝册封的元老功臣，朕下不了手啊。可是有的人居功自傲，有恃无恐，目无法纪，长此下去，禀皇上，扬州八百里急奏，退下。这反了，皇上，怎么回事？自己看吧。岳钟琪八十寿辰，惊动了朝廷内外。我还听说他的儿子岳文成，竟然穿上了先帝赐给岳钟琪的黄马褂。在山西，岳钟琪还饲养了一只子弟军。皇上，恕臣直言，岳钟琪得了先皇的庇荫，根本就没把皇上放在眼里。我看他倒有谋反之意呀。传旨，臣在。查封岳钟琪的府邸，着慎亲王允禧写大理寺，速速查清此案。遵旨。快！大哥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少啰嗦！我犯了什么法了？你们凭什么抓老夫？凭什么？就凭这个！我冤枉啊！我冤枉啊！我要面见皇上！我要面见皇上，凭什么抓我？我犯什么法了？我犯什么法了？我要面见皇上！我要面见皇上！呀呀呀！哦咦哦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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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！他早该死了！大坏蛋死了！呀呀呀呀！早该死！罪有应得，知道这一套怎么办？早该死！大坏蛋！多高兴啊！大坏蛋！大坏蛋！这小子上这一代，还能从这里出了？不该死！梅子姐姐，梅子姐姐，五妹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死了死了，全都给压走了。谁死了？五妹，谁死了？啊，就是那个畜生岳公子啊，岳公子死了，他们全家都被官府给抓走了。真的？啊？你没看错吧？哎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好多人都在岳公子门口看呢。那个岳公子身上还盖着块白布。真的，啊，我看见了。
了？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对呀、啊。这下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找你的亲人去了。亲人。啊。我已经没有亲人了。哎，你不是有郑大哥、黄大哥他们吗？我帮你去找他们呀。不，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他们。再说，他们都有家室，我一个孤身女子，再也不能去连累他们了。那你爹呢？你不是说他还活着吗？也许有一天，他会找你来的。对呀、啊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爹，妹子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留下吧。给五妹啊做个伴儿。五妹呀、啊，娘命苦，死得早，就把她留给我了。我们虽然穷啊，可是做豆腐啊，就能糊口。反正只要有我老阿祥吃的，就饿不死你啊。是啊，梅子姐姐，你就留下吧。是啊。你快起来吧！当家的，当家的，四姨，四姨，怎么了？岳文成那老王八蛋，他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哼，死了好啊，老娘我的账还没来得及跟他算呢，他倒急着死了。啊，四姨啊，你想过没有啊？怎么了？这人死了，梅子，他归谁呀、啊？梅子？你是说？梅子是岳文成买去的，哎，不假。可人死了，死无对证啊。红月楼，照样可以把梅子抢回来呀、啊。对呀，对对对对呀。不过这个梅子，咱们上哪儿才能把它找回来呢？四姨呀、啊，这一个小小的姑娘，她能逃到哪儿去啊？躲来躲去，她躲不过这扬州城。嗯，四姨呀、啊，您还记不记得那中府有个家奴叫王明德的吗？嗯，记得。这个人呢、啊，在扬州城混不下去了。哎，我们只要给他点银子，让他大街小巷的去找，十天半个月的，哎，总会把梅子姑娘给我们找回来的。嗯，好，妙啊，可真有你的。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，事成之后，四姨我亏待不了你。四姨的事儿，不就是奴才的事儿吗？嗯，你呀，皇上，所有岳中琪的亲戚和有关的狐朋狗党全部逮捕归案。这些就是岳中琪的罪证和审案结果。嗯，啊，好啊。二位爱卿，办案有功啊，为朕，为咱大清，除掉了一个祸害。哎，哎，扬州画师给岳中琪画的万寿图去哪儿了？启禀皇上，去扬州操办此事的是岳中琪的小儿子岳文成，现在岳文成押解来京。在他的遗物中，没有发现
万寿图等字画。是这样的。遗物，此话怎讲？皇上，岳文成到了扬州，没有潜心操办岳钟琪交付的万寿图，而是整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。他酗酒过度，掉到池塘中给淹死了。死得好，这是天意呀。好啊，岳钟琪和朝廷分庭抗礼，蓄意谋反，证据确凿，理当问斩。传旨。这朕以善心相待，不剐不杀，流放新疆，以观后效。皇上圣明。哦，请问何处可以找到郑画师？不知道，在那边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啊，走了走了，找啥去？闭门思过，概不接话，存心所默，静等来年。郑板桥什么意思？这是？请问在哪能找到郑板桥？不知道。差爷，在找他。啊，这位差爷，找郑板桥何事啊？这有朝廷的信函。务须尽早交予本人。哦，板桥到焦山定慧寺闭门念书去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要不这样吧，你把这封信交给我，我马上给他送过去。哦，可以，你得先给我写个收条，否则我可担当不起呀。那行啊，信呢？在这儿。啊，哎，请您到这边来。好。走吧，快查去。多日不见板桥了。你别说，还真想他。哎，朝廷的信函何等重要啊。到了焦山就见分晓了。是。哎，准备进城。豆腐，哎，这多好，来个豆腐。奶奶，干什么啊？讨厌！豆腐，青菜，豆腐，好好。哎呦，好，这位先生，您看，啊，我看这个，这多好啊！是豆腐，和我家里那个挺像的啊。我回去看看能不能配成一对儿。给。两斤，看看这，我没，现在很好。哎，爷爷快走啊！爷爷快，快点，爷爷快！快青菜，慢着，把刀抬进来。干什么呀？干什么你？哎呦，对不起，老人家，我看错人了。啊，快青菜嘞！让开，让开！爷爷，他们是什么人啊？肯定是找梅子的，快走！你过来。好。我要一条。哎，你买单，带上。小白菜。这位先生。爷爷，五妹，他们走了吗？走了。村内。他们是什么人呢？就是把我卖到红月楼，我们家的家奴。这条狗。梅子，往后可少来赶集啊。孩子，听着，往后不论碰上任何熟悉的人，都要赶快躲开，要不然呢，他们要上门找你的麻烦呢，千万千万呐，记住了，记住了，爷爷，那我们先走了，去吧去吧，快走吧，梅子，卖豆腐嘞，小伯，卖豆腐，七秀，啊，我看还是干江南水色秀丽啊，是。五妹啊，你来追我吧！哎，梅子姐姐，快点儿！哎，等等啊，梅子姐姐，梅子，哎呀，跑太快了！梅子，梅子姐姐，梅子，梅子，五妹，五妹，梅子，快点，梅子，梅子，梅子，我是你黄大哥，
梅子，梅子，是我呀，我是你黄大哥。梅子，哎，发什么疯啊？哪有什么梅子？不，是他，是梅子。程老大，麻烦你把窗靠上行吗？好嘞，谢谢你了。哎，梅子姐姐，等等我！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啊，我麻烦你，啊不，我要给打听个事儿。前面那个姑娘，她是不是叫梅子？什么梅子不梅子的？她叫阿雪。阿雪？啊，不，她是梅子，她肯定叫梅子。哎，先生，你认错人了吧？这是我孙女，前面走的是我外孙女，叫阿雪。五妹，走吧。哎，阿雪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梅子？哎，是不是啊？你呀，不要见了人就是仙，见了姑娘就是梅子。哎，师傅划船。你呀是想梅子想得入魔了。来来来，进来。听着，孩子，碰见熟人千万要躲开，要不会有人上门来找你的麻烦，千万记住啊。